在某些讲经光碟中说，人在临终时看到白光，就要跟着去，就能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否则呢，会错过机会。但并没有说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请问是否如法？不如法。为什么不如法呢？你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就不如法。啊，这为什么不如法？你没有信心。净宗往生最重要的条件，信愿行啊，具足信愿行啊，佛才来接引你啊。你现在信愿行都打了问号，可见的你就不如法了。啊，坚定的信愿。啊，信心愿心，佛一定来接引你。啊，不能怀疑，一怀疑呢，机会就错过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佛来接引，确实首先是放光。啊，佛光照耀啊。啊，光的颜色并不一样，那是看你自己修行的功夫，不是佛。要放哪个光，佛放光是平等的，我们自己业力也不相同，所感受的不一样。啊，有人看到金色光，有人看到黄色白色的光。啊，那只要是放这个见到光，你就认真去念佛，佛会出现，佛一定来接引。啊，而且时间都很快，不是有很长的时间，时间很短，啊，佛会来接引。那么有些这个念佛人呢，我们这个送往生的时候也见到，他在前两三天见到佛来了，阿弥陀佛来了，啊，甚至于是连续的时候几天都见到，这都是好事情。决定要增长信心，绝不动摇。啊，等佛来接引。啊，这个是真的是万无一失。